大歌唱新梦想，大家好，我是陈宠，欢迎收看古剑奇谭二的游戏之王。好的，那么这一回一开始呢，我现在是把过去的地图都来去一遍了，因为有一些任务在之前的地图，以及呢，还有这个叫什么？那些之前地图在挖宝系统开放之前呢，那些宝物都还没有拿过，所以我决定呢，就干脆拿一遍吧。那不过一开始我们在江陵这边呢，是因为有一个任务，先前我们在海市那边呢，有一封信。四封的心意是四大哥托你们来的吗？有劳少侠了，嘉莹现在一切都好，不会辜负四大哥的一片苦心。然后呢，千里寄情的任务完成，所以咱们那个任务的话，千里寄情，嘉莹姑娘会回信吗？四封她应该很期待吧，所以这个任务应该就到这边结束了，不需要再回去了。嘉莹，四大哥你放心，嘉莹现在在江陵很好，我定会照顾自己的，不会辜负你救出来我这一番心意。嘉莹，你会唱歌吗？好吧好吧，那我们我不知道这个游戏它的这个系统是联网，它时间还会继续吗？还是说必须要开着游戏它时间才会继续？好吧，那等一下我们回来吧。咻，好的，那刚才呢，他时间应该是不会。哎呦！好鬼畜啊！好吧，那他好像要开着游戏时间才会继续进行下去，所以刚才还在建设中。那不过呢，刚才稍微等了一下，我们都已经建设好了。我看一下，稻米不够，稻米一定要用种的，没有卖。好吧，那这边房间都盖好的话，这边都是乙系列的啊哈。然后对，这边都是乙系列的，都是长安风格的。这是文人语吧，我进去看看，里面应该是，对，空无一物。咱们内景都没有摆设过。接下来应该是到客厅去吧，这样就可以触发剧情了吗？没有，好吧，条件是什么？应该可以了吧？有什么问题吗？哦，阿软的还没好，我也不知道哎。但是这边会有一个剧情的样子，还是说要重新来？我看一下哦，应该都还在建设。应该都好了吧？对啊，都好了。所以要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走出去才触发，这什么？好吧，突然变白天了。快看看，本来是晚上。你觉得怎么样？很漂亮呀，比原来的房子更漂亮呢。确实，里面空无一物。这屋子用的材料好，冬暖夏凉，很实用的。你们喜欢就好，等下次再有了原料，咱们戏更好看了。好呀好呀，那我就等着看了，等着瞧。就这样啊。啊桃源仙居，是时候动身前往广州了。就这样啊，我的天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呢。好吧，这个任务有点无语啊，感觉没有任何意义啊。好吧，花了我一大堆材料，一大堆钱盖这些东西，就为了触发这个剧情。哎呀，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好吧，那我现在想去泡一下温泉。温泉其实有很多种效果。好吧，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吧。好的，各位啊啊。我、哦、刚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过了好久才回来。好的，我们来到了这个朗德寨，这边有任务。一城记出了一篇特别篇，可是那里太偏僻，根本找不到地方能买到。嘿嘿，小怪听说在极北之地有个神奇的地方啊，天上啊有两个月亮，小怪要想去看看，就是啥路不让，好讨厌。哪个任务啊？日头路能闻你的包袱，似乎想要吃什么东西，难道是桂花糕？好的，这其实是桂花糕的第一个任务，但是我没有接到。好的，给他吃吧。他没有满足你，一样五个，对不对？
这个陆男的抬着头看了看你，并且从地上刨出了两个地女神兽，而且在刚才我找到了一个神器，你们知道吗？那其实是修改器的，但是对于其实不是作弊，但是对于我这个，大家们看到，对于我通关，对于我这个强迫症来讲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想要到什么地方，我甚至可以直接瞬移过去。比方说我要找宝物，我可以直接跳到宝物那个地方去，我就不用自己慢慢走了。好吧，那个任务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对于强迫症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其实很久以前我实况游戏也会这样子，但是这个系列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脑袋坏掉了，一直没有去找。去长安找山老板购买异尘记特别篇。No， 好吧，我看一下啊。我来讲这边的人是不是可以跟他们对话，对不对？那会儿悄悄听到的百年老蛇胆，清新又迷目，有钱买不着宝贝哦。来看看这青年老山生。胳膊腿儿齐全，过了这村日可就没地儿了。一看寨子的人渐渐都回来，可总有些事再也回不来。人死不能复生，忘了的东西也想不起来，有时候半梦半醒都觉得心里像缺了什么。说了谋议啊，真是个好孩子啊。常州季老和我，他跟凤小姑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要不是那妖术的事儿，唉，可惜凤小姑娘好端端就这么没了。哦。所以这边应该之前的对话我好像没有全部讲完，对不对？那时候就不小心触碰到剧情，直接强迫离开了狼的寨。好吧，这边的宝物其实我都拿完了。那这些人又跑出来，原本他们都是躲进去的，但是可能过了久他们又回来了。哇，这个速度真的是爽啊，太爽了，我终于不用慢慢跑了，你们知道吗？哎呀，不好意思。爽了还是没办法，还是没办法抵挡得了地图的限制啊。好吧，我看一下，其实没有必要，这边的宝物我都拿过了，这边的人我们可以绕一绕看一下，不过这边好像人也不多。他妈妈好吗？他妈妈你们还记得吗？雨无双轻巧吊脚楼林结壁银刺啊，林刺结壁，潺潺清流水绕山而下，烂漫山花地次开放，没有车盖云集的喧嚣，也没有精雕细琢的角饰，人间仙境不过如此，此情此景真当叫人难忘。太可怕了，你怎么会竹风能醒酒，花月解留人，你可怎品味茶酒的甘甜，可曾注目苗群的斑斓，在这宁静古镇之中，仿佛能听到时光化为一泓甘泉，从石板路上，从竹林梢间缓缓流淌而过。我不懂为什么茶小乖跟雨无双都会跟着我们走，你们知道吗？太可怕了，无所不在啊，我们跑到哪儿他们就也跟到哪，太可怕了。呵呵，就算是巫师再来一次，老娘也要跟着那司马蓝山。当年的混蛋抢了老娘的生意，挑了三逃债，他倒是出尽风头，害得老娘花红没了指望。呵呵，这账早晚要连本带利算个清楚。哦，吸水伯，自打上回那事啊，寨子里冷清多了，沿街走一趟，老邻居都不见几个漏，可怜完搬家的小娃娘身子不好，爹又成了吃子，往后有的苦吃。老汉看你有些面善，是前些日子寨中的小英雄吗？谢谢你们，原该留你们热闹几天，只是那穷乡僻壤的人又都走光了，没人张罗，对不住咯。没事的。歌谣，传说古时苗家有72家寨子，每寨有72户人家，后来种寨子走了，随便被烧了干净啊，只余下两家了。哦，哎呀，还遇到这种事，那不是更惨吗？好吧，这边的人的话呢，哎，其实我早该用这个东西的。阿幼朵，女娲大神神力广大，一管人间男女姻缘，凡诚心所求，必有所必应验呢。过些日子我要去天玄教祭拜女娲娘娘，我不求辉哥想起从前之事，希望能有机会重来一遍。好吧，他妈在哪里啊？虽说燕宝不是寨子里的人啊，四处打猎没个定处，可我会啊，看中他心眼好，等土生疏，不用人手帮忙，我就带燕宝回家见阿爹去。只是燕宝这东西，不知道阿爹会不会应允呢？那要看你的父母传不传统喽。哎呀。
我看一下。哇，这感觉像在飙车哎，其实会晕，你们知道吗？应该没有必要了，应该没有必要再逗留在这边了。好吧，咱们可以直接走了。走到，我现在是照着剧情去走，因为，照着剧情把之前的宝物都给捡起来。净水壶啊，净水壶的宝物我们拿了吗？净水壶啊，算了，我们等一下回来吧。好的，我们现在来到长安了，伤清河。这本特别篇的刊印量特别少，很多人都来问过我是特意为公子您留的。好了好了，一银而已。好吧，我们终于可以去找该死的茶小乖了。至于要回报任务，我有必要回到朗德寨吗？应该没有需要吧。好吧，我们还是回到太华山去吧。不得不说，真的太好用了，可以瞬移耶。瞬移这是最爽的。比方说找这个商老板，我刚刚进到长安之后，我只要按商老板的位置，我就直接在他面前了，确实好用，这样可以省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呢。我看一下啊，现在的话呢，咱们回到茶小官那边去吧。好，来到茶小官这边了。不行，哎呀，你真的太坑爹了，你难道不是同个人吗？啊，好吧，搞得我也一定要回去朗德寨回报这个任务，你们知道吗？哎呀，然后再回去太华山接茶小怪的任务。好的，我们现在应该直接在茶小怪的面前了吧？直接瞬移，这真的太 bug 了。不过对游戏平衡没有任何影响啊，我相信大家会通融我的。好吧，我来到茶小怪面前了。嘿，大哥哥，你办事真可靠，小怪在此谢过喽。好的啦，小怪想要胡琴，可是没有琴弦的话，再好的匠人也做不出的。说起来傻，鹿的胡子长长白白的，韧韧的，好像是那个匠人说的琴弦哦。我记得之前不是说用马的什么，用马的什么来做弦呢？极北之地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天上啊有两个月亮啊。小怪还想去看看，就是傻鹿不让，好讨厌。好了，其实不是两个月亮，是因为太阳跟月亮同时出现在天上的样子了，对不对？是吗？比方说永昼永夜啊，永昼就会太阳跟月亮同时出现嘛，对不对？应该吧。我有误导大家吗？大家不要太相信我，我可能乱讲一通的。好吧，咱们继续来这个，还有一个任务，我们直接到查小怪的面前。好，我们直接传送到他面前了吧。好，我来了，嘿嘿。小怪听说异神记的作者就住在太华山了，小大哥哥，你能帮小怪去要一套签名版吗？好吧，其实就是去找易清啊，哈。好吧，我们直接传送到易清的面前吧。好，易清，我来了。哟，小哥也爱看我写的故事吗？还要签名啊？好好好，啊，没问题，我这就拿一套给你，嘿嘿。我明明就下一则啊，主角就是我哎，为什么会我去干这种事啊？好吧，我们到小怪的面前。好，小怪，我来了。大哥哥万岁！大哥哥是小怪见过最厉害的人，对啊，还可以瞬移耶，几秒之内就把签名版送到你面前了，厉不厉害啊？好了，这一套任务，这一套系列的任务呢，我们应该完成了，获得新的称号古道热肠。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宝物以及所有的任务，我们都完成了，六不六？应该吧。全部都已完成，已完成，意思就是说到开始到现在可以接的任务。那接下来去广州啊。去广州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开始了啊，一个结束就是另一个开始，我们现在就去广州吧，应该接下来就是剧情了。改了，我们来到了广州，广东人，对不对？广州人，你们会讲广东话，讲粤语，来广东就要说广东话。虽然我不会，我只会学香港人讲广东话，我不知道学得像不像。好吧，我们来了。大家不是都爱黑说广东人什么都吃吗？
广州人什么都吃。这里有好多花，比长安漂亮好多呀。船厂在哪里？是不是先去看船？虎克船厂、这个、我对别人的手艺不大放心，要不还是我自己做吧。我反对。一泽，你的意思呢？反对。如今旅子由谁保管？都在我这儿。那自然你说了算。喂，你们也太不上道了，这些钱一小半是我哥给的，一大半是我娘给的，为什么是文人说了算啊？你要是高兴算账让你拿也行啊，要不要算账？还是不要好了、别记账吧。好吧，我决定了，既然宜泽想买的话那就买好了。仙女妹妹，你怎么能重色轻友，一点义气都不讲？什么是重色轻友？好兄弟就要讲义气，但我又不是男的，为什么要跟你讲义气？好了，他不懂什么叫重色轻友吧？我猜了。岳兄不必沮丧，通常来说船坞里船只虽多却多为渔船，不一定适于远航，还是先去船厂看了再做定夺不迟。对呀、说不定船厂里那些连你们几个都看不过眼。而且老爷说过，白给人看的样品并不一定出自当家工匠之手，说不定是别处买来做样子的。所以你们先去，我想办法直接船坞里看看究竟。总之你就是不死心吧。行，那咱们这就分头行动。那个，等买好船能不能四处逛逛呀？我好喜欢这儿，街上就有好多花，还有很多好吃的。当然可以啊，咱们走，先把船的事定下再说。好的。红尘万丈，这个成就的是什么？红尘万丈，还有一些成就的名字我搞不太懂。这个成就不是有些可以加能力值吗？对不对？是战斗型的吗？我不知道哎，好像没有哦。哦，有这个挑战类的，挖坑不填，大串烧。哇，星月连环一次杀死四个目标，这怎么做啊？这要去哦，这可能要去初级怪物那边刷吧。初级怪物可能随便碰一下就死了，一开始直接用这个技能放一下吗？问题是要一次打中四个也难呢，因为它是直线的。我看一下，击败30只金属化状态的，哦我的天，哇，这个真不容易啊。前面的哦，好吧，这些个人的那些成就都对数据有上数据有提升。现在看一下有没有宝物吧。好吧，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做。剪刀，你为什么叫剪刀？我看啊，赵缇娜看上了海，但是看上了南海海寇囤积的宝藏。南海海寇，哦，最近南海的话题啊，否则也不会派舰队来剿匪。岭南是个好地方啊，天高皇帝远，气候暖和，吃的东西又多。那些中原当官的人为啥要想不开，总不爱来这儿呢？这是地狱黑吗？黑北方人啊，你们几个生命口在城里给我老实点。你这什么意思啊？那个什么猪嘴包子杂耍团啊，怎么敢这时候来城里凑热闹？这下倒好了，方圆百里的乡下村子里敢来看他们杂耍热闹的，每天都有不下百十号人啊。里头混了不少海寇都不知道这麻烦。你们几个生面孔，我的天哪！岭南，好吧，华岭南岭北，华南华北嘛，秦岭以南就是岭南嘛，对不对？爸，我不知道。叉烧肠粉，广式烧腊，客官你可要来这样不？雷猴，这速度确实很快。姓小花，虾有母，还有公。
哦，不是不是，哈某某某某某哈某公，我不会念，这广东话吧？生于，这个是没有的意思哦，某啊。死日，唐诗有出有，某没出有，某啊某。这个应该中文怎么念我不知道。穆小白，小白长大了要娶小花当媳妇儿。你们两个是，哎，这个我是不是之前都打完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啊？我是真的用文人语完成了，好吧。周阿贵，西南边的船厂最近接的朝廷生意正在造一条大船呢、啊，造船的地方还不许我们平头百姓随便出入，架子大得很呢、啊，挡住了。好，我看你面生的很，是第一次来到广州吧？从这条路往南走，过一个街口就是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了，好好逛逛吧。我也是一个广州人。Hey buddy, I think you got the wrong door。大家不要问我这句话是出自于哪里的。嗯，善人，哎，客官欢迎您嘞，里边请哦。客官您。瞧着面生啊，看打扮不像是生意人，来这儿游玩的吧？要不要进店歇歇啊？啊，也让咱们店里的师傅给你讲讲广州城的好玩的地儿。广州这地方虽然比不上扬州和京城，在岭南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地方呢。平日里来来往往的大船，可是比泉州、青龙镇这些地方都多、哦。你们应该都只有两种话吧？这会儿南边渔村的人又出海去了，他们要到日头偏泻才回来。那个时辰你要去渔村的话呢，啊，是最是热闹，还能买到不少新鲜又便宜的东西。码头在城里最南边，这几天来一条花船啊，是个杂耍团，那一团熊猫很是可爱，我家三岁小女孩天天嚷着要去看它呢，团团圆圆。哇哇哇，这城里的人可真多啊。哇，地瓜。烧腊、牛腩、煲仔饭、凤爪、肠粉、虾饺、黄瓜，四要撑死大腰肚。叉小怪那个什么手啊？什么手啊？大巨手，竟然是那一副样貌，不太科学啊！这怎么念？好吧，胡子。喵，喵，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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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喵？杨白瑶这个月工钱没拿到，可恨的瓜事。我要攒钱去捐毒看套马的汉子。蓝剑月，教中圣女大人即将临盆，但教主却一直挂心巫祝大人的下落，几个月不见圣女大人一面，真是苦了圣女大人。自巫祝大人从教中出走，教主大人的脸色就没好看过，我们被教主派出来寻访巫祝大人的下落，可天大地大，巫祝大人的本事又那么高，这想躲着我们岂非轻而易举？这个地图有多大？哇哇哇，不过都集中在这儿，其他地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边也有支线剧情，所以我得小心一点，不要走得太急。我发现为什么我可以拉那么远啊，我可以无限拉。哎、欸、哎、欸欸、我们在空拍了。好吧，我知道这应该是修改器的问题，修改器让我能这样子做。好吧，反正大家就看一下景色吧。包翅肚麦，样样都有，包您新鲜干净。过了这季就没这店哦。以为广州城要想吃这些，就只有上京城才能找到嘞。春秋时候，齐国有个大夫名叫鲍叔牙。鲍叔牙，鲍叔牙吧？哎，我忘了。好吧，特别爱吃炖鱼，后世人就把炖鱼叫做鲍鱼了，哈哈。鲍鱼，鲍叔牙爱吃鲍鱼。我看一下这整个景色是怎么样，我有点好奇，到边界会怎么样？哦，哈哈，哦，哦，这整个地图就这样，哇哇哇！然后奇怪的是，广州居然和旁边是没有连的，好吧。这个游戏制作的点，我们就不要去吐槽他们了。
旁边都是海，这不是广州啊。王双喜有五封信，整理铺子多大家都真的放床单了啊，我这儿每天都有一大叠各种铺子的传单，你要不要拿几张瞧瞧。这里面的人呢、啊、叶庆父君什么都好，就是喜欢睡前喝酒吃烤肉，怎么劝都不听，他总是让我出门给他打酒喝害。我的父君就在前头药铺里替人看病，你若是想要抓药或者是头痛脑热的，可自可前去。我父君的医术便是在整个岭南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么屌。抵押酒煲汤虽说不难，但有一定的讲究啊，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往水里一丢就成的，嘿嘿。煲汤，排骨蜜枣汤，北菇凤爪汤，玉米排骨汤，还有莲子猪尾汤，客官你想尝哪个？算了吧，我在减肥，你不要讲这些好不好？好吧，我们进去看看。客官你要尝尝店里的烧腊地道金卡会员，嘿嘿，咱广州城里别的没有新的新鲜海味还能少，客官你想吃什么？让厨子去码头上现挑都成，现捞海味啊。哎呦，我怎么跑出去了？这里面有宝箱吗？啊！我不知不觉又休息了，我休息个什么？啊，按错了，不好意思。年纪大了，正盘算把这铺子盘出去，自己做个甩手掌柜啊，过几天清闲日子得了。小兄弟，我看你年纪轻轻，谈吐不俗，可有兴趣接手我这客栈啊？广州城里来来往往的客商这么多，绝亏不了您。红如海，相传南海有鲛人，七泪成珠，一粒千金，要是能得到一颗，我就可以回家享清福喽。孙小梅，异神子的故事在各地的书摊书局都有刊印成册的小本子卖，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买来看看哦。人家都说天玄教这一代的大巫祝是个性情温和、博学多闻的才子，这样的人被带去南疆蛮夷之地，一定是心有不满吧？刘铁口算命的。说起那异神子啊，最近听说他又和长安文香楼的头牌姑娘好上了、啊，那姑娘原本已被尚书买去当小老婆了，异神子为了他不惜带太岁同人动土，夜闯尚书府，这是说书的吧？中原对南疆天玄教知道的并不多，明白人会说他们是信仰女娲娘娘后人，不知明白的还会以为天玄教都是一群玩蛇弄骨的妖人呢。郑无声，他应该是哑巴吧？哦，不是，我年轻的时候跟着岳将军征战多年，回家才知道家里遭了强盗，娘子死了，孩子也不知所踪。我来广州找我儿子，天鸿阁的人告诉我他在这，可是我们已有20年来未曾见面，他离开我生命的时候还是一个奶娃呢。好吧，我们继续看看。哦，我就穿到后面去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宝箱，狗皮膏药，随机破的一个有利状态。这个地方让我有点。双落双三瓦图46，这边的宝箱的话，哇哇哇哇哇，这个地图宝箱非常多啊，而且我上去看一下，我天哪，这可能有点花时间哦。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哎呀，我觉得我还是其实我可以跟所有人都讲完话之后，然后再去捡宝箱。我该怎么走呢？我的路线的话，从这里开始走吧。孙98，
我看你见多识广的样子，不知你能不能看懂我说的这个稀奇古怪究竟是啥玩意儿？前阵子有个公子往我碗里扔了一个这么东西，你说不能变精变异有啥用呢？接着就是这种未知物品。十几年前呢，江南虞山一带有一方恶霸，名欧阳霸天，真正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之徒。这恶贼前日里被人干掉，这凶手嘛，从其手段来看，八成是那饮杀中人所做的。饮杀中人收钱办事，江湖上每年大大小小上百桩命案，说起来一大半都是饮杀而生，也不知究竟有多少起案子是真正的饮杀门人做的，又有多少起案子是冒了他们的名头做的。好的，什么任务呢？我们看一下。哎呦，好多词条。宝物鉴定，去海市。哦，去海市找环磊鉴定词物。不会吧，我要去海市。好吧，这边。广州这里好吃的东西有很多，不过我这铺子专卖江宁特产鱼糕、丸子、千张扣肉，还可是别的铺子都吃不着的哦。一个人出门在外才知道，在外荡闯荡真是不容易啊。不过在这里做点小本生意，虽然每天要早起贪黑张罗铺子里的事情，但过得还不错。那生意好。聂天峰，听说龙王号是江湖上一个极大杀手组织开的，真的是为的是张罗他们的杀人生意。我看广州这家铺子啊，老板是挺和气的人，不像是个刀头舔血的杀手啊。王五，客官若是嫌面食寡淡，这还可以给你着一碗牛三星包，包新鲜爽口。早几年我爹让我投想让我投军去啊，跟着他一起在武将军麾下效力，可我不爱那些规规矩矩的事，就出门历练喽。红烧牛肉面、萝卜牛腩面、雪菜黄鱼面，还有云吞面、大肠粉，第一道道的闽南味儿。客道，你想要吃哪一样啊？云吞其实就馄饨嘛，对不对？云吞用方言念就像馄饨，对不对？肠粉是用哪的肠子做啊？客官您这说笑，是因为这肠粉滑溜才叫它肠粉的，是猪粉吧？肠粉是用哪的肠子？猪肠不是吗？客官您头一次来吧，尝咱这的肠粉不？叉烧还是牛肉啊？或者多来一点？阿姨呢？小峰哥好傻，要是他跟着我回南疆，怕是再也回不了家了吧？我不想他这样，但是我也舍不得小峰哥哥。我问小峰哥愿不愿意跟我回南疆，再不出来。原因是想试试他对我的心，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叶如风，不管阿依娜要去哪，我都会跟着去，刀山火海我也不怕。不管阿依娜是苗人还是汉人，都要娶她当我的妻子。不是说如果你背叛苗族的女人的话呢？你会被下蛊吗？对不对？神仙豆腐，神仙豆腐是怎么样？温老四卖粥了，又热热糯的粥啊啊，香甜软糯啊，喝一口暖到心啊！哈，别小看咱卖粥的，咱能想得出的粥这里全都有。甜的嘛有玉米绿豆粥、黑米红豆粥，咸的嘛有窝蛋牛肉粥和皮蛋瘦肉粥，客官你喜欢哪样？天哪，广东广州人真的是到处都吃的吧？各地的司机这里都有，三六九等也都齐全了。客人您要是自己呢，我就推荐您用民谣产的，品相不差，价钱又便宜。关哥汝君定的东西这里也有不少，品相自然也是没话说，只是价格也不便宜。如果拿去走新房有送人的啊，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啊，自家用的话就不划算了。又宝箱，这边宝箱非常多。八宝饭，你给我一个八宝饭，这宝箱里面有八宝饭，不会坏掉的吧？多久以前的？好的，衣服店。你们的天哪，我真的跑太快了，贼快！青玉手甲，邱小小，应该是广州城来来往往那些穿着体面的达官显贵们，大多是我们这里的老主顾。你只有一种话，好吧，买装备，咱们就是要在这边买装备。哦，好吧，黑漆平水咒。
无奈明将所有的甲胄及打造工艺相当繁复激进失传，岳无一跑走了。好吧，岳无一不在队上。我看一下。好吧，这是女人的头盔。不同角色的。不同角色自己的是吗？好吧。墨家演出的精髓。好吧，所以四个都要买。好，四个都买一个。这好办。莫义非攻。莫。兼爱非攻。好吧，一样是四个都买。虽然这个价钱有差别哦。这个应该也是。我发现都是一套的，有没有？好吧，都是墨。饰品。鱼真形图。哪个比较好呢？鱼鳞香囊，赤金打造的头饰，蕴含金痴之气，乃是人间珍奇，可以镶嵌灵石。好吧，运加200，谁比较需要运呢？其实我一直在想，是岳无意对不对？因为他比较需要暴击。漂亮的楼妖，我记得他现在是用神秘坠饰。天啊，这该怎么分配啊？这个我真的不太知道，可能气吧，我觉得他比较需要气，对不对？牧师这个只有5块金而已，实在是不怎么样。这游戏里面最吃气的好像就是单纯靠比较最吃气的就是这个文人语嘛。好，运，这应该是要给岳无意吧，买一个。金的话可以镶嵌灵石，灵石有什么效果？这个是四个人都可以装，我买一个好了。然后气，金，神，算了，反正我也不确定嘛，我就好。郑云飞爹的事情师父告诉过我，爹一直在找我，但是我却不便与他相认，嗨，就刚刚那个吗？郑无声嘛，对不对？我爹寻我10多年，如今终于找到这广州城来做儿子，让父亲如此劳心劳力，实在是不孝。那你到底有没有去找他，大哥？好吧，我们出去了。我们今天整集都在广州城，没有整集了，从中间开始，中间到后半段基本上都是在广州城。我这一回应该也搞不定。莫愁，珊瑚、璎珞、珍珠这些在咱们这里也算不上稀罕。公子诚心想挑好，倒不如看看这几件从巴士拉来的象牙板纸。家园。好，商品的话没什么特别的，攻击也没什么特别的，好吧，物品合成，也没什么用，可能是我没有投掷东西的习惯吧，不然可能投掷这些东西很有用。好，断春秋。海上讨生活的人得多吃些蔬菜水果，否则容易患病。但蔬果这些东西在船上又是不好带的，对，因为容易坏。绿洲山上有包孤井，像是万夫人留下的，葛夫人留下的。葛夫人最善针灸之道，因此此书在岭南一带治病行医，救人无数。针灸，我看一下你玩什么吧。他也可以合成东西，他卖的这个卖的辅助。解除我方所有的异常状态，这个其实很有用啊。沐浴八广，恢复金疮药啊。我都买满了，呵呵，好吧。沐浴八广，问题是那个广什么的呢？
没有广陵丹啊。有沐浴吧，但是没有广陵丹呢。沐浴吧，对啊，没有广陵丹啊。广陵丹要从哪里来？沐浴吧，反正之后等有广陵丹的时候我们再做吧。这个应该挺重要的，解除异常状态的。我不要去，周铁山。广州虽然是大港，城中也繁华热闹，但究竟是地处岭南偏远之地，相比长安和洛阳，失去了几分天朝气象。小伙子看着面生，是第一次来广州，城里人多手杂，自己的东西看景点啊，扒手是吗？无二姓。朝廷派了一支舰队来南海弃匪，说听说不日啊就要开到咱广州港喽。最近海寇猖獗啊，尔等意欲搭船出海之日，还是等上几日再说吧。我看一下，杂货店呐、啊，杂货店。杂货店在刚刚去过了吧，只是我们还没有，那是一个支线剧情。我希望这个城的范围就只有这么大而已，因为点金空明符。好，这边有一个人，西天儿，别看我摊上荔枝不起眼的，离了咱岭南你想吃都没处找去。好吧，物以稀为贵啊。好吧好吧，杨贵妃。那依照这个游戏所提供的种种线索，这个游戏的故事其实是架空的，但是如果要说接近的话，应该是在广州，应该是在唐朝的时候。广州好啊，气候暖和，吃的也多啊。便是哪天黄老子拿了八抬大轿来请，老子也不要回京了。我在京中无权无势，便是见的人都点头哈，要事事小心，人免不了得罪人家。如今被贬谪来此，反倒是乐得清闲自在，是吗？宁为鸡首，不为牛尾啊！来到这边反而变成了地位比较高，你吓死我了！你被反弹了一下，还是不要往那边去比较好哦。因为他是设定几步，结果他一被反弹就反弹了 N 步，你会发现，被反弹到底了是吗？原本应该是退几步而已，但是因为我把速度加快了嘛，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好吧，边界在这里，那倒挺好的。既然边界有的话呢，咱们就是走另外一边了啊、哦。这个酒楼，好，这边有宝箱的样子。奥布听，有一次我们兄弟在海上行船，半夜里啊，那月亮像是个银盘般的明亮，我瞧见有一个半裸的女人依在一处的江木礁上唱歌，那女人的歌声好几个兄弟都听见了。那估计是老大，这究竟看向哪家妹子，连夜来至少错过几十宗买卖了。那家姑娘真有那么好，能迷得老大如此神魂颠倒。没办法，万芳草。嗨，男人啊，只要遇上心上人就不再想着正经事，整天打主意要怎么把人家搞到手，真是没出息啊。说一件蛮奇怪的事，你们知道吗？我从那个，我这辈子还没有遇过，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个人啊，大家都知道我单身20年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我有没有遇到心上人？我也没有遇到过。郭子葡萄酒、岭南荔枝酒、绍兴女儿红、新花竹叶青，你想喝什么酒，咱这全都有。我觉得是因为我生活圈太单调了。整天宅在家里不出门，能认识几个女孩子啊，对不对？哎呀，哎，二楼嘛，是吗？好的，二楼好像有一个宝箱。哦，这速度啊，逆天喽！八风伞，我现在有像广东话吗？我乱念一通而已。啊，刘庆，刘盘啊，刘庆。庆吗？磐石庆啊，庆应该庆。陈峰这孩子年纪尚小，但已经很懂事了。
我们四处飘荡，路上一直有他照应着，我才能顺顺当当。刘成峰，再有几年就带着成峰啊，找个僻静的村子过日子，最好能跟成峰娶一房媳妇，一家人安定下来。阿弟最喜欢喝酒，每到一处必先选择酒馆，把当地独有的酒叫一回来尝尝，如今也走遍了岭南喽。我记起就跟着爹爹四处奔走，不知哪里是家乡，爷爷从来不与我说爹爹，看错了。这些 NPC 都会看人，有没有？你丑啥？丑啥丑啊？啊？丑啥丑？就现在冲刺都没有我走路快，你们知道吗？所以我就不用冲刺了。现在冲刺都没有我走路快，大家可以看一下冲刺的速度，这样子，但是我走路更快。好吧，我四处看一下。噔噔噔噔，我一直看这个小地方啊，因为我怕想说宝藏会被藏在里边。好的，来到了镖局了。这镖局怎么有点可怕？这里面好像黑道一样。哎呦，后面有个宝箱，我看到了。我也是一个广东人。得到了鹤雀桥仙，雀桥仙对不对？好的，这个镖局的人看我偷拿东西也不对我怎么样啊，傻傻的 NPC， 呵呵。好了，哇，这边好多啊，好大。曲小杰，郁金香哦。客官，你是要买花还是要买粉？我这郁金香粉是新鲜刚刚做好的，拿回去送姑娘也好，撒这样子也成啊。为什么你们都对女孩子说这些啊？因为他预设是男孩子，对不对？预设就是岳无意嘛。张梦佳，百合素有云赏仙子之称，行花色雅之叶片素绿，又常伴有阴影幽香，还有入食入药之用。你的话，真趴顾自意，美艳赵华馆，夜间鹅雀黄，蕊及银丝满，其恶色可加幽根。半独半才思现游风低飞时款款，这谁的诗啊？新鲜郁金香是南洋船上的球茎种出来的，出了广州城阴宅，在皇宫强对他。好吧，花小萌，茉莉的花朵小小的，城里的女孩都常用细线把花茉莉花朵串起来做成手镯和项链，戴在身上又香又好看，那不一下就腐烂了吗？南方天气花开的时间也长，客官你要不要挑几株去回家找个瓶儿放在水叉上，啊，可以摆好几天呢。翠儿，小姐每天都要翠儿来这里买新鲜花儿回去，有些放在瓶子里插起来，有的则碾碎自己做胭脂，啊，还有一些嘛用来熏香或沐浴的。翠儿觉得吧，我家小姐那样每天都要用很多新鲜花儿的人，还不如请个园丁在自家园子种了一些来的方便呢。对啊，那么有钱。会自己种吗？花小印，含苞待放的新鲜牡丹花，送去买给送去心爱的女人、心爱的姑娘插头上，可漂亮哦。含苞待放的新鲜牡丹花，买去送给哦，好吧。对面的小萌是我妹子，她喜欢茉莉，我喜欢牡丹，我每天都打一个赌，看谁卖的花儿多，谁有请吃一碗叉烧肠粉，嘿嘿。好吧，那么我得告诉大家哦，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回出现的那个紫印真人？那其实，在古剑一他也是主要的角色之一。那其实他呢，没错的话，他应该就是慕容紫英啊，啊，仙剑四的慕容紫英。那为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古剑的系列啊，很多都是当初这个阮星啊、大宇啊他们公司的人哦，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些人，尤其是那时候上海阮星，就是上海阮星嘛，仙剑四嘛，那是他们解散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后来都跑到这儿了，很多人后来都是上海烛龙的一份子。客官，你要不要买这一串
茉莉花送给心爱的女孩戴在手上，比香又香又好看，还比那些金玉的镯子便宜的多。文人语看起来这么像男的吗？射脑龙眼龙涎啊，运不错。熏风一众自南州，谁家玉霸林庄女，爱把闲花插满头。你们这么爱吟诗啊，我的天哪。好吧，那其实就像说，因为上海竹龙他们毕竟没有办法，他们就是等于说没有版权，你们知道吗？他们也没办法直接叫紫英，对不对？就干脆叫紫英真人。但是依照那个人物的描述呢，身高嘛，身高一模一样，然后那个还有这个很喜欢剑，有没有？然后很多名剑，很爱养剑。那依照这些特征呢，他其实就是慕容紫英。虽然说那些胭脂水粉也不错，可店里卖的买的那要自己做的好呢。不然你要不要买一些月季花去给家里的女剑们做胭脂用呢？听那些西域人说呢，月季花里可以提取一种什么什么油啊，二两黄金才能买一两月季花的油。我可买卖花那么点，从没听过那么多花油啊。好吧，其实他不是，如果不是真的是慕容紫英的话，那其实就是也是原型了啊，人物的原型，紫英真人其实就是紫英，慕容紫英，紫英师叔。这边都没有了。哇哇哇哇！看一下啊，隐荒。我第一次见花家的大姑娘是在城外越秀山上，那姑娘穿着一身红衣裳，在阳光下笑得明艳动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花家的姐妹花儿，一个艳丽，一个清冷，又是我能娶她们姐妹为妻，人生就没有遗憾了。你想要脚踏两条船啊？好吧，虽然在那个年代啊，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没什么的。你两个都想要啊？你也太贪心了吧你！如果你家有钱，那就算了吧。为十一娘，犀角象牙的首饰，我这也有几件，但终究比不上那些宝石，颜色鲜艳讨喜，所以就没有多拿喽。水晶、玛瑙、孔雀石、簪子，可要给心爱的姑娘买几件啊？别处货也有好的，我可买不着这个价。他们应该都只有两种对话吧？好吧，我们来到了新区域啊，我们还是先去那边看一下。哎，发现宝物，你没有阻止我吗？你们这两个看门的，有宝物。哦，这边。贝壳流金露，哇，这名字也够华丽的。好吧，这边哇哇哇哇哇，这边感觉我的感觉都要被我绊倒。我在想说会不会在这边藏宝物之类的。按空白键调查，哦，有宝箱哎，一个贝壳啊，得到四金，藏宝图45。望希望生，南海的海盗虽凶，倒是从不拿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来意啊。出海最大麻烦是他娘的老天爷不体恤哦。前日出海遇到怪鱼，脚上的肉都被咬了一大块，血，真他娘的晦气！我这几日都出不得海，只能让咱们娘子去辛苦了。嗨，被咬，我的天哪！我觉得这边的宝物要捡就挺费功夫的。赵土豆，找找找，在握，搜山淘海，抓在握，为什么被抓我也不知道。昨天土豆变成了一只鸽子，在无人的深夜坐着公车。公车里的洋葱问我，洋葱和土豆能不能做成一道菜，其实再加上芋莲呢，不就是铁板鱿鱼了吗？哦，女人接的铁板鱿鱼。每天吃完饭可以趴半小时是最幸福的事，就好像夏天凌晨走在无人的街道，一个人吹着小风散着小步，那感觉也是十分美妙。其实就像学生一样嘛，学生的中午时间就是从我们这个从小到大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这样，从12点开始吃饭，然后12点半开始午休，然后一点午休结束。这是什么呀？有宝箱吗？嘿嘿，什么啊，这垃圾空屋，可恶，浪费我时间。这一回就在广州逛啊，而且还逛不完哦，我们差不多该结束了。我的天哪，
不过到时候我会用瞬移的方式去把所有的宝箱都给捡起来，所以不会漏掉的。老阿婆也不跟我说话。啊，天哪！好吧，这边应该是没有了吧？啊，至少我亲自看过一遍了。好的，这边过去是什么？这边过去还有任务哎，哦，这宝箱。广陵丹哦，有广陵丹了，可以合成了。不对啊，不对啊，三个不够吧？好几只牛哎，这牛会不会动啊？哦、会动哦，我以为他们都、哦、好吧。走好，真好，真好，你为什么叫真好？码头亭的船只很少有玉米粮，但出海的船上又少不得要清水粮食。码头附近那些货仓也一般也是装那些出海贼船吃类吃用。这几年南海的海盗猖獗啊，有好几条外国的大船都被海盗劫了、哦。游富贵，上次我们兄弟出海时呢，有个秃驴要搭船，随身器物一并都搬上了船，没想到起航的时候他人却没有上来。几栋货都装了，船咱们也快出发了。等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哦，跑船的。哇哇哇哇哇！这边又有一群人要说话，好吧，这回就到这边结束了吧，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我们的对话，然后应该可以进行主线剧情，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回再见，拜拜。